我老实讲啊，民进党我们为什么这么讨厌他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是激起仇恨来凝结选票，来获得执政，然后来捞自己的钱。你看民进党很多人我过去都认识，他们过去不怎么样，现在哇大富大贵，真的就是大富大贵，每个人变有钱的要死。我在台湾工作这三十几年，我也非常打拼啊，我的财富比不上他们的百分之一，完全比不上。我讲他们怎么会有高楼华厦、进口名车，对不对？子女都送到国外去念最好的贵族学校，我想你们怎么可能有那个钱？除了是捞来的。